天哪，你今天穿这么漂亮！对对对，我已经演出完了。啊啊，都演完了。对呀，让我现在过来，哎，给您当您的小助理。好呀，好呀，好呀，好呀。那我们先走。啊，这个东西归你管行吗？那行，好嘞，我给你拿着。走，咱拿走。我现在带您去休息室。好。那我宣布，就是这次的这个形象，我们就将它命名为菜菜子，然后钟志仁将会由蔡明老师来担任了。我会去。 2020的BML，因为呀，我收到了邀请，会在今年的BML上表演节目，大家可以给我提建议。欢迎大家来到直播现场。那我送您去，好嘞，走，哎，我拿上这个。 好嘞，哎呀，走，下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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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别停，你继续，你继续，继续。你还不认输啊？你们两个，哎哎，蔡明老师，蔡明老师，你们两个。 蔡明老师，您怎么来了呀？我呀，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们年纪轻轻，两个人在这掐什么掐啊？要一起好好创作，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所以呢，我也变成了这个样子，和你们一起，希望大家平平和和的给大伙儿带来精彩的演出，好吗？ 好，听老师的话，那我们一起来一段DJ music。 虚拟偶像其实和蔡明老师有区别的，虚拟偶像是劝和，要是真春晚，蔡明老师上来就阴阳怪气了。这谁呀？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啊，结束了，咱们还没上台呢。不，这个节目就特别像，就是您上春晚的时候那个难忘今宵。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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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来，那您先讲讲。来，好好好，那您先坐。好好好好好。那您先坐。哎，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叫周深，我是歌手。啊，我知道你，你可有名了。好。我的歌是鸽子的歌，因为我在 B 站都不怎么更新。哦。今儿他们在告诉我那个。 那个大鱼那个电影，对对，大鱼海棠，是的，是的，超好听，真的听过我的歌，超好听，我还以为是个女孩唱的呢。哇，您听过我的歌？我没听过我的歌。子健，我过来要找你，我昨天就在找你。发生什么呢？你不给我发微信呢？我想今天给你意外惊喜。给我什么意外惊喜？都来了，都跟我说了，有什么可意外的？ 一点不意外，一点不意外。看的这个是不是有点？有点估之不知光。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个拉了骨。我那天直播，我是这个虚拟偶像，蔡菜子。您也叫蔡菜子了？什么？我就是蔡菜子。太好了。真落伍了。您是正牌蔡菜子。这是个老人，他根本弄不清说二次元的事儿。您这是都是您的节目吗？就是您直播间现在播的。不是我们直播间，不是这样，这是东方卫视花样实习生的摄影师。没找我。你不够。嗯。他的时间一共仨人，我告诉你谁，一个叫韩乔生，一个叫李良伟。
一个叫蔡明，你够吗？哦，您看啊，就您说这仨人啊，您呢够一花样啊，那俩怎么也不像实习生啊。所以我们三个人到 B 站去实习。哦哦啊，我们三个工种啊，实习生啊。别瞎问，就是知道，我知道，我都去俩月了。我们在那个活动部，活动部，我们在活动部，就是你们要来的 B 站的话，我们我负责接人啊、倒水啊什么的。怎么不找我呢？嗯。你不够呀，你年龄，你年龄不够，年龄我太小了，去让你们接吗？那你又太大了，那得多大岁数了你？二十出头，那不就是我？一，我93属鸡，一39年的你。这里要让各位艺人老师上台了。好，哎呀，有正事儿，终于有正事儿。您赶快把词儿再记一记。蔡明老师，所以我姑姑就算这儿的镇站之宝了吧？蔡老师的手持，哦，我陪蔡老师。OK， 那已经开了哈。开了，咱们就一会儿见了。一会儿见，台上见啊。好，跟我走，好。在这边，您待会儿会从这边上去。好，先暂停啊，待会儿这个会架。好，我懂了，我懂了，它是一个那个摄像机。接下来，我们 B 站的这个直播区啊，也送来了一位新进的这个直播的播主，我们掌声有请我的姑姑蔡明，蔡子老师。我姑姑嘛，她晚一点上来是正常的，她姑姑了嘛，对吧？她姑姑了。像您这么年轻的女嘉宾，混到我不是，来到我们这个二次元圈里，有什么感受吗？非常感谢东方卫视《花样实习生》这个节目的邀请，更感谢 B 站两个月的实习生活。我要宣布一件事情，其实这个宣布不宣布也就那么回事儿。因为大家早就猜出来了，蔡蔡子娜娜口就是我，我就是蔡蔡子娜娜口。哇，谢谢谢谢，特别感谢这次啊 B 站邀请我来到了孩子们的二次元的世界，更感谢的是孩子们能够接受我，你用你们的话说是破圈成功，我算成功吗？成功。那么最后我们所有的 UP 主以及我们所有的嘉宾一起喊出我们 B 站的那句口号，哔哩哔哩我觉得很开心啊，突然交到了好多23岁以下的小朋友，然后还见到了一些老朋友，很开心大家又再次见面，特别开心。我觉得蔡蔡子这个人如果要真的要再延续下去的话，还要小朋友们多给建议，拜托大家。微博搜索花样实习生话题，边聊边看，分享你身边的实习期新鲜事儿。哎，姑娘，对不起打扰，咱们这儿行政有一位叫猫头鹰的，在哪儿啊？在那边的小姐。哎，你好。你好，今天是有什么？今天咱们这儿不是有一个员工一起有一个生日的 party 哈？对。今天大家一起找一些能做服务的工作。接下来我们主要的工作就要进入到活动的现场执行阶段了，那就等于说是明天我们在B 站那边上班是最后一天了，后边就要进现场，要去现场了。这两个多月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帮忙哈，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对啊，所以我想明天应该我们也回馈他们一些心意给他们吧。他们明天好像有一个什么生日宴。就是所有的这个月过生日的 B 站的员工 party， 哎，专门在3楼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 party 啊，我们可以去帮忙。明天呢我就为他们准备一些爱心的午餐，对，这要有给他们营养配搭。哎，我在想一个事儿，就是孩子吧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就开始报喜不报忧了，你说我要不要趁明天中午我开一个蔡姨听你说热线，有什么烦困惑，这个跟他们聊聊天，我解解心宽。行，我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
我想你那个要能够给我解决这事儿就太好了。我现在是属于失业状态。哎呀，如果您那能帮我安排一下最好了。您这不行，我就准备保洁那边我也准备，还有保安也可以。我这人要体力有体力，要精力有精力，要活力有活力。看出来了，是吧？太好了，让我们一起去给大家准备一下生日会。对，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刚好等到了你。好嘞，好嘞 ，Lady First。谢谢。那这是我们又正工作了，大家开始在打气球了。哦，打气球呢？哦，让我们一起参加他们打气球，没问题。这事儿我擅长。小伙伴们，我们今天来了一个超新的超龄外援啊，欢迎一下。哎呦，谢谢。你别说，就这盘腿一坐，这还真得有点功夫。哎呀，可以在那边。把它们这样连在一起，绑气球，绑啊！给我一个，不需要绳子，不需要绳子呀？可能需要点力气，就是这样。好嘞，明白了，让他记住了哈，这两个记住了啊，然后就给他记住了，给他往那里边飘。对，他会把它绑成一个气球链。嗯。要拉开一点，这样，你要用点力气把它拉开啊，然后就可以系上了。我觉得跟他们相处，我也能够有机会尽一份自己的力，只要是给我们布置任务，我们也去努力的去完成。哎，阿坤，一球，你跟我呀，在超市玻璃柜里一隔离一摆，价钱不一样的。我这是属于过期处理大特价。你是说我这是小鲜肉吗？对呀，你小鲜肉，我绝对的，你这保鲜，而且距离过期还有很多很长时间。在大学学什么呢？学文科了。你还会化合价，你还记得吗？一加氯氢钾钾银，二钾氧镁钙镁锌，三五磷链二三，二四磷硫硅六，五五一二金银三，化学全美完。高中的氢氧钾硫色方匹美钙磁镁磷硼铝加铀硼碳根酯烯氢氮磷氢铝镁氧硫硅多，基本都不记得了。我以前化学都学得特别好，我估计体能上我应该不输给阿坤。我一看他这个，是吧？咱俩这样，先在原地每人做三组，每组20个俯卧撑。那不然完蛋了。下午我们就损失了一个劳动力，这个小哥哥一直沉默不语，我看也可以。咱俩这样，先在原地每人做三组，每组20个俯卧撑。那不然完蛋了。这个小哥哥一直沉默不语，我看也可以。除了弄气球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呀？活动奖品没有拿，一会儿你们上去拿一下。我跟阿坤去干这个事儿。辛苦了。哎呀，没有，你们辛苦。我和子喵先来了，哇！今天是我们无味的便当，吃了就可以勇者无畏。哇，好多吃的呀，好棒！看上去，行了。对了，哎，我劝你呢，不吃米饭，就吃点五谷杂粮，好吧？但是鸡蛋必须要吃的。好的，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番茄啊，多吃一点。啊 ，OK， 养生。这个牛肉可以，一点点，一点点。OK， 好棒。给你这个五谷杂粮。哦，好。这个花生啊，对，这个好，这个特别好。淀粉类我要少摄入。对。我还有沙拉。哦，不要了，不要了，沙拉不要。我觉得这样就特别好，特别棒。谢谢。你呢？你要什么？那我先去了。我每样都想来一点。好啊。看上去都好好吃啊！我吃啊，必须好吃啊！我看到我已经饿了。对呀，五谷杂粮，五谷杂粮好。
所有人都做很多五谷杂粮给你们。对对对对 OK， 这个哈，谢谢，不客气。OK， 不客气。Hello， 嗨。哎，老师，这些菜都是你搭的吗？这些菜都是我配搭的。啊，真的？对。谢谢。奶可以搭。可以，这个是原味的。芒果的。芒果的可以啊，好啊，好，不客气。芒果在这里有。这个。谢。这个。对，我要这个原味的。原味的好，我也喜欢原味。好，谢谢。两人份吗？嗯，好了好了。OK， 好 ，OK， 老友不客气。哎呀，挺累的，这个夹这个，你别说。那好。好，怎么样？好，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不能给加多，加多全吃完，好，你就很难像我这样的。我今天就午餐就是这个。哇，没了，太自律了。但是好吃，我也喜欢吃啊。哇，你在蹲马步？没有，我就坐在凳子上面了。你们没看到而已啊。哦，原来是这样。你们觉得配搭可以啊？对，非常健康。对，营养很均衡。是。鸡蛋是我们平常要多吃的，尤其鸡蛋黄，它是有很高的铁。如果我们缺铁的话，我们的没有力量，会经常很累。哦。而且会掉头发。哦。所以你小心啊。我也很难过。不要，别难过，因为你要增加铁，可以从。鸭血，哦，鸭肝，内脏一类的是吧？内脏对，但是不能多吃，老人家不能多吃，你们年轻人还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多吃，因为我年轻嘛。可以，你们慢慢吃，嗯，好，对。因为年轻人他们的工作时间都比较长，就是会影响到他们在这个饮食方面的不规律，所以后来我就想为他们做一个午餐，在这个营养方面给他做一个平衡，也希望他们就能按时在饭点的时候就吃饭，那是最好的。希望你们吃得开心，工作开心啊！啊，一切顺利。OK， 再见啊！再见，再见。11:48，我来发帖子。彩姨听你说就要开通了，等电话喽。来了。喂，你好。喂，你好，请问是彩姨吗？是啊，是啊。你好，真的是太呀太呀太呀，我很喜欢你的小品，谢谢，每天吃完都会看。你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说哈。啊，我最近就是比较烦一个事儿。我1.75米嘛，然后现在快200斤了，我本来没有觉得我胖的，然后最近跟我妈视频，她说让我2个月以内要减掉20斤。我平时的快乐就是吃东西。但现在一旦不让我吃东西，我就有点烦躁。我觉得妈妈让你减肥，她是为你的健康着想。我不知道你看过我演的机器人吗？嗯，看过看过。你叫什么名字啊？缺心眼子，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我演机器人那年，为了30晚上的那个呈现，我2个月1粒米都没有吃。1粒米都不吃啊？1粒米没有吃过。这个我做不到哎。我没有让你这样，我没有让你这样，就是要树立一个目标，我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有吃那个沙拉，主要沙拉吃多了就感觉跟没吃一样。没错，咱又不是兔子，干嘛老吃草啊，对吧？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现在这段时间确实有点。我那时候减肥减到都开始怀疑人生了，然后吃了一顿饱饭以后，发现生活好美好啊，对，幸福感油然而生，对，
但是说实话，就减肥这事儿，确实是一个挺残忍的事儿。对，因为我一直告诫自己，就说我想吃这碗饭就不能吃那碗饭，因为我是个演员，我不能胖。哦。嗯，就是一直这样告诫自己，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应该要设立一个目标吧，慢慢瘦吧。你跟妈妈说，你说我尽力而为，瘦下来一点你就是胜利。我先定个小目标吧。嗯，你先定小目标，别弄大目标啊！弄大目标，然后实现不了，你把它放弃，然后就永远放弃了。好，好吗？啊，祝你减肥慢慢成功。好，谢谢蔡姨。好，嗯，拜拜。喂，你好，你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说哈。爸爸妈妈所期望的就是你跟他多联系。啊，我觉得你既然提出来的，我肯定把这笔钱还给你。你要让他觉得你错过了什么。蔡姨听你说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声音，嗯，挺好玩的。嗯，跟大家聊聊天，增加一种互动嘛。谢谢大家打电话进来，蔡姨听你说，这个午间版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聊天，祝你们午餐愉快。韩老师，哎，怎么样？哎，刘老师，准备了怎么样？嘿，您来的正好。有什么要我帮忙吗？您现在就帮了忙呢。您现在就帮了忙呢。OK， 您来的正好。哦。哦，哇哈，很多吃的哦。哦，这个蛋糕，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咦。哇，这么漂亮啊，做的。哎，还有冰淇淋。这个创意比外面专业都好啊，这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哇，可以啊，哇哇哇哇哇，哦耶，哇，哔哩哔哩真的多才多艺啊，你们的员工。行了，就这个意思。看来我要帮你们才行，我要戴手套哈。手套，要。来来，摆上三层的就行了。哇，太棒了！齐了哈，嘿，好。哦，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了哔哩哔哩。大家看到，今天是哔哩哔哩的一场生日的 party， 对，欢迎大家每一位在这儿都开心快乐。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小礼物，哇，非常漂亮的气球门。要帮忙吗，韩老师？你怎么拍上了？哎呀，好漂亮！嗨，太子，哎，还有一些可以互动竞猜的小游戏，哦，太棒了！我们一起共同期待哟，加油，奥利给！嘿，太医立刻就投入战斗了。Hello， 嗨嗨，你好 ，Hello， 蔡老师，蔡蔡子，这是我的领导，他叫猫姐，猫头鹰。我们马上活动就要开始了，然后想请三位帮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小开场。好，嗯，祝这个七月份的宝宝们生日快乐，然后你们可以自由发挥。好，让韩老师说，他说话他讲一下。不，人家这听的就是蔡蔡子和吕老师。你先说，我们跟着来。您不，您好好说吧。别客气了，你这最强的。对，你这最强。你看来了小朋友，你看呢，来了这么多亲友过生日的。各位 B 站的小朋友们，今天呢大家一起来到这儿，都是七月份啊过生日的，我们也用一首歌曲祝你生日快乐，为我们自己表示祝福，大家好吗？好，开始了，一二三。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就说一句，告诉我
海人的小朋友举手。哇！我也是一个妈妈。我知道今天你们的妈妈在家里非常想念你们，所以希望一会儿到了那个位置，给自己自拍一张，然后发给爸爸妈妈，告诉他们我在 B 站过生日。你看，有这么大的一个生日的小 party， 不要担心，我很好，也希望你们在家里一切都好，好吗？哦，可以。好，开始。中间有一个游戏啊，可以，大家也可以玩，来玩啊，有奖有奖励啊，该吃吃，该玩玩啊。来买先拿。好，来来来，大家排队排队排队，很多很多很多，放心。哇，好多东西吃啊，哇哈哈。哎，好嘞，自己自己拿自己拿，这这这这个，你要这个还是这个都可以的。来来来。愿意找李老人。李老人，李老人老师合影呢，到我这报名啊，收报收收收门票啊。好了，好嘞，好，谢谢。是您好，妈妈特别喜欢我。好，你不喜欢我？喜欢喜欢。好嘞，好，跟何李良玉老师拍，不要和我拍了，我这么丑，这是吧？没有，你很帅。没有没有没有，谢谢。合个影啊？合影啊？那你反过来合行吗？好的，哎，好。对，看老师下次直播，昨天晚上直播看了，挺好的。谢谢谢谢谢，我根本不会。挺好玩，挺有意思的。是吗？还可以努力吗？可以。来，小朋友们愿意来玩游戏的啊，欢迎玩游戏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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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五个，轻一点。它难度就难在这儿吗？哎，对对对，好。哇，我帮你啊，不一定可以的啊。李伦老师，这个您即将碰到了啊，搞定。好，来来来，先给我，好，谢谢。好，现在由李伦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助透。一个，哎，李老师，好。哎呀，哎呀，自己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自己试，可以了，他没套进去啊，可以了，可以了。谢谢。好嘞，好好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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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呦，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哎呀，哎呀，你们搞错啊，可以了，可以了，哟，嗨，我们这包有限啊，对不起老板，我们小本经营啊，你让我没了。平生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一个生日的聚会，而且是这么多人一起过生日，我觉得非常好。因为会让员工很有归属感，我看到每个员工他们都特别特别享受这个过程，这就是一个公司的文化。你还没去吃鸡腿呢，来来来，挺温暖的，也希望这种公司文化可以继续下去。后边已经没有人了，没有人了，您赶紧休息一下。好，你放了一个小时了，太辛苦了。啊，没事没事没事，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吧，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全部套罄了啊。OK 了啊，收摊了，今天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好，收摊收摊，哎呀，好好好 ，OK， 功德圆满，谢谢大家，哎，呜呜。啦啦啦，他们都去现场了，等会回来的时候给他们个意外惊喜，希望你能够开心呐。大爷，哎，你这好像还真准备东西了，穆斯利安的一个小礼物。嘿，哦，咱是不是有东西给人家呀？像蔡姨想那么周到啊？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可以上网去买，上网买，买的时候每个人送一份。哎呦，好吧，太好了，哇，就这么决定啊，好好好。收拾东西了，我的兔美给我留的。啊，蔡姨小可爱，我们现场见了兔美美子。对，他们去现场了。那我们收拾收拾，我们就准备出发。对，跟这个办公室再见了。拿着我的徽章。我要一个留个纪念用的小电视的笔。这工位牌能不能带走？哎，太好了，一起都拿上。真的，工位牌我可以拿走。这个好，就回去做个纪念。把这张就拿走就行了。拜拜。这是我今生难以忘怀的地方，这也是我工作当中的一段经历啊。第一次真正的上班，这是就是在这里，在哔哩哔哩。OK， 拜拜了，好，拜拜，拜拜。走吧，走吧，终于学着自己长大，学着山会流水，也会安然说分手。微博参与花样实习生讨论，用你的职场经验助力实习生快快成长。欢迎来到 B World， 做好防护，注意安全。哇，穿得这么漂亮哦，哎，哇，这服装都是很潮的。好多人，好多。B-World 做好防护注意安全啊，在这边领入场的礼品，来来来，欢迎来到 B-World 做好防护注意安全啊。对，这里是自由舞台报名，对，这里是表演的，对，这边是我们每一位上台表演的人都要签名。OK。记得，当然记得，都记得，都记得，都记得的。啊，你们在准备上啊，在化妆，啊，在化妆，啊。你就，这是第一位考生，他的名字叫柠檬，可以开始了。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做啥都磨叽，吃饭冲锋机的柠檬磨磨机。你是柠檬吗？对，好多我都认识，好多我都认识。哎，我给你们那个可能化了妆不方便，我给你们准备的有吸管啊，这个瓶子哈，怕喝错的话这边还有标签。好嘞，袜子大家够吗？袜子都够了啊。来，我帮你，来我帮你，来看扣不上了，来挂了，来上回来。欢迎来到冰窝的，做好防护注意安全啊。来，小伙是你的，不要怀疑，把证件说好啊。哎呀，这样吧，我在后面补补货。好好啊，你们来，从里边往外拿。王老师累不累？没问题，我经常进行全民健身锻炼，这点事儿不是挺好吗？我今天帮忙也来挺早的呀。哎呦，不早，最早的观众8点钟就入的吧？对呀、啊。还能拿表，这个真挺沉的，这个每次有2斤啊。是吗？2斤，你把你的都给我都没问题，来试试。真的吗？我真的，你都搁我手上都没问题。天哪！好，没问题。太强了，这太强了，这个。哇，通过刚刚开辟地铁小道，哎，将货送到我们最需要的第一现场，来。
您是物料保障组组长啊，魏一桥。下次您看我到您那个运输队当个队长的助理的秘书的跟班，行吗？您看，我们您辛苦了。没有没有，你们辛苦。餐馆还会需要您呢。啊，我帮忙了。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好，好，来，好嘞，谢谢，大家辛苦。好，谢谢谢谢谢谢。好热闹啊！对呀，这是其中一个馆。对呀，这是什么啊？徽章。交换区，哎呦，交换区啊！哎，这还有你呢。这蔡太子。这是蔡姨啊。哎呀，蔡姨啊，蔡姨，你都没给我一个呀，你在这儿。我没有，我没有。哎呀，他也是第一次见。你是不是可以送我和朱伟老师一个呀？我能做主吗？这个摊位主人在哪？主人呢？主人呢？哎呀，不知道有啊。谁管这个呀？我也没有看到我的徽章啊，只有这个，这个。哎呦，有哎，哎有哎，好可爱，这个好可爱。我可以先走吗？你摊主回来了吗？你是摊主吗？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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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可以把这个送给我吗？可以，可以，这没问题的呀。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吗？啊，可以。哦，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要这个，啊，都可以，都可以。哎呀，都可以。我要这个，还要这个。谢谢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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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了，你拿一个，不能拿俩。好，我看选哪一个。对，这是一个，不过也是个卡通人物吧？你信吗？这还真的有点充满中国元素的。对，对。装成各式各样的卡通人物，对，进去看一下吧。对。哎，我发现我头一回这个哔哩哔哩，或者我头一回来。啊，你是我也是第一次来。头一回来吗？许愿树，我去年来过一次呢，没怎么感受这么深。啊，你来过？我来过一次。感觉永远比我们前卫。没有没有，我是赶上了。啊。不过今天这次和上次不一样了，我们还有任务呢。对啊。对。是吧？那一会儿我们要直播了。哎，那赶紧各就各位吧。OK。待会儿我的动漫游戏呢，咱俩还在互动呢。一会儿那连线见了。来一起，应该咱们三个来一个马到成功。奥利给！奥利给！马到成。耶！我们坐紧一点，要不然这镜头拍不了。Hello Hello， 我声音可以吗？到时候就会连到韩老师啊，然后吕老师。对对对对对对。现在韩老师在直播，基本上可以了，开始了。对，现在要做一下准备。没事呢，我先来。我觉得这么走方便，镜头好给。哦，可以可以可以。这个事对我来讲太熟悉不过了。对。三，二。一，开始。我是今天主持人之一，我叫于七晨。大家好，我是青衣。大家好，我是舞蹈区的千叶。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蔡明老师。蔡明老师，欢迎。嗨，赶紧赶紧，让座让座。嗨，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弹幕上可以打一波招呼啊。对，赶紧。啊，出去了吗？现在，已经播出去了吗？对，已经播出去了。啊、出去了。这个大家，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们要跟大家问好呢。大家好，我是蔡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的一档节目，叫《花样实习生》。所以因为这个节目呢，我在 B 站已经上了三个月的班了。哎呀，我们的字幕怎么这么多？那个啊，哎呀，谢谢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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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第一次来现场，我觉得好震惊啊，好大呀，好多人，好多人啊，好热呀，好热呀，热情啊，好热情啊！哎，我这边好像收到了一个消息，好像有一位我们的好朋友要连进来了，是吗 ？Hello， 韩老师，咱们听听韩老师你在说什么？韩老师，韩老师，他的他的昵称叫超级玛丽。你好，你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咱们 B 站的一个花样实习生，大家知道呢，在包括亚运会等大型的比赛里边，电子竞技特别的火爆，而且越来越好。而在我们 B 站，电竞是重要的一个内容。今天呢，在这儿可以看到热闹非凡。我们先来看一看现场这些小朋友，啊，都来自什么地方？对，采访一下，
这位应该是个体育迷啊。哎，你好，你好。你来自什么地方啊？山东的，山东的。瞧这个小伙伴，你是来自什么地方的？他是一起的。对，一起的，我们也是，都是山东泰安的。怎么样，在咱们山东泰安那儿玩电竞的小伙伴们多吗？还蛮多的，就我身边的同龄人一般都很喜欢这些。展会比较多，然后像这样的比赛也是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门槛。希望你们能够在 B 站啊，能够在我们的 B World 啊，感受到全新的与众不同。接下来我们将进到中国电竞的一个记忆展，哎，大家看到啊，小好，哇，这不是我们的柴西姐姐吗？哎，我们看看这边，大家看到这是我们哔哩哔哩的电竞的一个吉祥物。对，待会儿我们是和柴西一起共同配合，要做一个。对，咱们可以做一个，然后抽奖抽给、抽奖给我们的小伙伴观众，希望大家一起踊跃参加啊。对，韩老师，大家一顺着我们视线再一起来看。你能听听我说话吗？韩老师，你是耳背吗？是耳背吗？哇，大家可以看到，美女有其他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吗？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面前出现的这个冠军的奖牌，哎，挺有牌面的，把这些奖牌都能拿到现场，哎，对，来看看，这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金牌，而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呢，一共三个电子竞技的项目，中国运动员取得了2金和1银，而且告诉大家，在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上，电子竞技将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确实有牌面。谢谢谢谢谢谢超级玛丽前方的报道，谢谢。我还没说完呢，把画面就接走了，我还有事要嘱咐他，他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好像是现在是听不到，但老师可以，这是远程，我们通过这个现在这个网络传达给他。好，那超级玛丽你听好啊，你在那个场馆呢要买一些个这个纪念品，纪念品以后留作我们抽奖的这样奖品啊，对对，送给大家，送给大家，对对对对对，你听到了吗？听到也得听到，没听到也得听到。好，那我们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实习生，就是吕良伟老师，他的昵称叫五维。那我们这样，我们就一起用刚才老师那首就五维开始，我们呼唤一下他。好呀，五维，好诡异啊！风儿啊，吹动我的船。喂，哎，柴姨你好，柴姨，我是五维啊，柴姨。这里呢特别开心，我大家再看一下所有的 UP 主的摊位好不好？来，大家跟我来，来，好有活力啊！嗯，他是健身达人，永远在健身，永远在健身。哇，好多人去夹弹珠，来来来，这个是，哎，你好 ，Hello。哎，这 UP 主我认识，泡芙猫、泡芙喵、泡芙喵，我认识。我刚才夹过了，其实很难的，我是这样拿的，啊，拿起来就放下去，然后在这个放上来，一起最正宗最正宗，我看你看这里不能动，这里动，好看吗？好看啊。如果是我其实会耍赖，你看，如果是我可以直接这样子。聪明，真啊 ，OK。其实拿筷子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去学习怎么拿筷子。OK， 谢谢啊。哇，刘老师拿了好多好多。是啊，好多周边。哎，差一啊。哎，你看，我已经拿了很多很多礼物了啊。哦。有你们一份 ，OK。等一下也拿来抽奖。好极了，好极了，哎。对对对对，哎哎，你好你好，你这里是做什么的？做音乐的，打碟。音乐音乐，就像 DJ 一样啊。要找到他才会响，不然的话就响不了。对。哇，这个很好玩哦，这个我觉得适合我，喜欢这个。哦，好高级哎，没见过这样打碟的。佳怡，哎，刚才我在跟你们玩包这个捡到石头布的时候就输给他们。嗨。现在我要来报仇。报仇。再次输给他们。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First blood。啊！石头布。Double kill。厉
史惊人的相似。啊，体无完肤，还是同一个结果。没事，认命吧。哎，你好 ，Hello。哎，几个小帅哥，这是什么来的？徽章。对，这是代表摄影的是吧？对，什么摄影？摄影。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的东西，你看。吕老师，哎，我是你的粉丝哎。啊。我每期《花样实习生》都有看。哦 ，OK， 你是 UP 主吗？哦，对，我是吴导的新人。OK。那就看我跳一段。好 ，OK。这是干嘛？突然起舞。耶！哇，跳得好好啊你！感谢。好，不好意思，我萌了。耶！年轻人。我们很多 UP 主都会跳这个。嗯。佳怡。哎。我带大家来看到这么多的摊位，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新意、很有意思的。那我这边差不多了哈，谢谢。谢谢吴蔚带我们看了这么多的摊位，看见到了漂亮的 UP 主，对，然后我也特别开心的是在 B 站有了人生的很多第一次，比方说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虚拟偶像，对，并且成为了虚拟偶像啊，菜菜子，这个 logo 好可爱。对，我刚才在展厅发现的。老师是不是昨天好像说要给我们带礼物？我一会儿就展来给你妈妈。老师不用，因为他们只给了我一个，他们就给了我一个，要我把这给你。不。给你吧，天哪！给你吧，我就一个，太快乐了，我就一个，换成了羡慕的人。那个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形象，所以有些人说啊，你用菜菜子的声音跟我们说话，我说不行，那个声音只属于菜菜子，专业，别人不可以滥用。那我想说的其实很多，但是我不想在这儿耽误大家看这个 BW 的这个直播，所以呢，我的在这儿做客的时间就告一段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谢谢几位主播，谢谢老师，你们辛苦了，拜拜。OK， 好，各位。我在这里工作结束了啊，我去找他们了啊。好的，谢谢，再见。可以了吗？他们切走了。感谢。哎，谢谢。刚才我这一直播呀，我就想起我体育赛事直播了，就别人就插不上话了，真的抱歉。没事，我给韩老师举话筒，我很荣幸。哎呦，没有。可能我在介绍当中呢，更多的是习惯于我平时做体育解说这种单口相声，没有给台西太多的气口。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给我们 B 站的小伙伴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我不是吃独食的人哦。大会员的微笑，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你看新年服呢？你看啊，多好看呀！这个服装哦。做一个莫斯利安新厨甜品冰棍儿啊，那么这个蓝莓呢，最好配上了纽约红丝绒蛋糕风味的，这样子啊，把它倒进模具，对，猕猴桃，然后倒一个法式慕斯蛋糕风味的，然后这是车厘子。还有这个口味的，这个叫欧式厚烙风味的酸奶。哇哦，倒好了，把它放进冰箱里，等我们收工回来，
它就做好了。今天的成绩呀，对呀，蔡姨那都是一沓一沓的啊，多好，谢谢。您看着您的魔术吧，你的魔术，鱼什么的都这么多，鱼来鱼去还是那么多。哎，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感谢首席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感谢闪送小店 WiFi 万能钥匙，猎聘五八本地版，新浪娱乐、腾讯娱乐、网易娱乐、搜狐娱乐、中国网娱乐、中国青年网、环球网娱乐、北京网娱乐、千龙网、热点文娱、小白娱乐、环太娱乐网、猫扑娱乐、娱乐新在线网、娱乐中国、易线娱乐、网易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智娱 APP、 成果娱乐、加个新闻客户端、影视头条 APP 的大力支持，就完全插不上话。